裤子脱掉，穿上去。你敢行？我儿子供你读大学，他为了你跟家族闹翻，现在又因为你躺在床上生死未卜，你真的有点良心？你但凡要是还有一点良心！精神有了孩子，我才能有资格留着属于他的资产。这可是你欠他的。我是个什么孩子？贱贱！再不行，夏小姐不好了，共同的精子被送去隔壁房间了。多奇妙，我居然生了个人类。你干什么？我说你是你怎么答应的那么痛快？原来早就在外面偷了野男人，想着让我沈家来给你养这个野种，是不是？这不可能，这肯定是你出了问题。你自己好好看一看，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还有什么可狡辩的？你说，你是不是想着让这个野种来继承我沈家的家产？我没有。宝贝，你爸爸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妈是我。我一定会让你快快乐乐的长大。多多，妈妈要去面试，你在这等我一会儿，好不好？妈妈加油！真够。如果当初我们的孩子没有流产的话，现在应该也跟他差不多大吧。对不起，我不该提那件事。可是墨池，奶奶催你结婚，不如我们……谁都可，就你不行。为什么？因为我看见你，就觉得恶心。夏安姨，你属狗，离我远点行不行？我知道你是想起我们失去的孩子，所以心情不好。我不会跟你计较的。他不属狗，他是舔狗。是。我听到了。听到什么？道歉。我又没说错什么。你就是个不负责任的渣男。你知道女人怀孕多辛苦吗？三个月，后三个月抽筋，吃吃不好，睡又睡不好。知道了就行。你怀过了？知道这么多，你怀过？怀没怀过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反正我这辈子阿猫阿狗生孩子，都会给你这个渣男生。那我可真要感激你，要是生个孩子长给我，还不如你。你放心，绝对不会。你长这么丑，看见你不恶心？你说什么？我丑？你好好看看，我哪丑？哪丑？从来没有跟你说过，
你怎么你的注意？你是不是霸总短剧看多了？撒开我！没有人敢命令我。怪了，渣男，这都是你自找。啊！ 拜拜，后会无期。龚总，把刚才那个女人给我找回来，立刻，马上！朵朵，我找到工作了！真的吗？太好了！接下来我们可以找新爸爸了。找什么新爸爸？智者不入爱河，不如铁锅炖大鹅。走，我们吃饭去。 人呢？我们来晚了。哎，不过没关系，他明天就会入职。明天让他先到我的办公室。顾小姐，我是龚总的特助，龚总想要见你。我才第一天上班，龚总就要见我？嗯，跟我走。那个，龚总好相处吗？怎么说呢？不用说了，我懂了。刚拿到的 offer， 可千万别中风了，否则下个月就交不起房租了。小姑，全神贯注。龚总马上就到，你稍等片刻。 这都是你自找的，死了，工作没了，保不齐还得赔个倾家荡产。我还是跑吧。姑姑，你放心，我在他的咖啡里下了药。 这自己一定没事。出去。你别这样对我，我会很难过的。你要是再不出去，我会让你动手。季爷，你怎么什么人都往办公室放？以后我再看到夏阿姨出现在我办公室，你就别干。保安。 莫池，你听我说，我莫池，顾南星。嗨，龚总，初次见面，请多关照。初次？你确定是初次？当然了，像您这么帅的人，我要是见，我肯定忘不了。 我劝你最好别喝。你下毒了？我哪敢啊！我怎么敢喝您的？让你喝你就喝。龚总，你太客气了。怎么回事？我明明都没喝。 对不起。
对不起，对不起，我叫了半天，里面也没个动静，我还以为你出事儿了呢。我马上就出去，你们好了再叫我。你是第一次？孩子都五岁了，还是第一次，说出去我都觉得荒谬。我会对你负责的。你对我负责？那你女朋友呢？我没有女朋友。果然是个渣男，我不用你对我负责，去当被狗咬了。哎，他骂我，他又骂我。你个臭小子，玩的挺花呀啊！枉我为了你的婚事操碎了心。那姑娘呢？哦，害羞了是吧？你这混小子就是不着调子。姐，你误会。误会？我误会什么了？我可亲眼看到的。都干柴烈火到这个份上了，赶紧结婚。你要是不提，我去跟姑娘提了啊。可不能让人家觉得我们公家的男儿是始乱终弃的渣男。笑了，笑了就是同意了。把那姑娘电话给我，我要去提亲。奶奶，您别吓着，我自己去。好，那奶奶等你的好消息。上车。真爱生物。你渣男，顾南心，龚总，您找我有事儿？哎，哪是老板的车？老板亲自接他，他们俩什么关系啊？龚总，你知不知道现在是下班时间？下班时间当老板的要跟员工保持距离，注意分寸。你让我在公司楼下上你的车，跟当众上你的床有什么区别？你又不是没事。我们不是说好不忘记你的事吗？跟我结婚。想跟你结婚的人多了去了，为什么选我？因为你不愿意。你怕是有什么大智慧。我需要一个不会管我而且对我没有企图的女人做妻子。懂了，就是想娶个女人回去当掩护，继续在外面寻欢作乐呗，渣男。这里是合约，你先看看。南城精华八号，十六栋别墅。这里是我们的婚房。我还没同意呢。这样，离婚之后婚房归你，另外我再给你1000万的离婚补偿金。你就是我的亲生老公。不过你可能不知道。我结过婚。我知道你的简历上面写得很清楚。我的简历？顾小姐，我们这个岗位暂时只考虑没有孩子的女性，请问你有孩子吗？没有。是假的？怎么可能啊，我只是没想到您会愚尊降贵去查我的简历。我就知道从来没有人敢在公司的简历上面造假，上一个造假的人已经被全行业封杀，现在大概在你的天桥下边还
上吗？你想什么呢？哦，我想明天就搬进婚房住，行吧？随便，明天领了结婚证之后，不要去奶奶家一趟。OK。奶奶，这是我们的结婚证。林森新房，叫顾南希。好，好，真般配，南希。奶奶为你结婚准备了一件礼物。来，打开看看，喜不喜欢？奶奶，这太贵重了，我不能收。不贵不贵，奶奶柜子里一大堆呢，你拿着玩吧。奶奶送你的，就收下吧。难度重，更难。奶奶，南希现在刚到公司上班，我们目前结婚的事情还不希望别人知道，以免影响她的工作。好，没问题。来，老公，吃橘子。啊！快吐出来，快吐出来！莫吃，你忘了橘子过敏了吗？他这人都得了，橘子过敏。妈妈，你终于搬到大款了吗？你别瞎说，这是妈妈老板的房子，我们呀只是暂时借住。我不要住你老板的房子，我要住爸爸的房子，我要爸爸。妈妈不是说过了吗？你爸爸呀，由于太过于英俊，变成鸽子飞走了。有个小朋友不高兴啦。知道棒棒糖能不能让他开心一点？可以可以。那妈妈进去放个箱子啊。顾南星，你怎么在这儿？这里是我们的婚房，你难道不懂婚房的意思？你要一直住在这儿？你好像很不希望我住在这儿。怎么，你要带野男人回来？没有没有没有。我警告你，这里只有你跟我住。要是让我知道你带其他活物，哪怕是条狗，我都不会放过你。主播，你干什么？科长，科长，你脸上有东西啊？什么东西？有令人震撼的美貌。这是在调戏我。不敢不敢，我不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你到底想搞什么花样？新婚之夜要洞房嘛，你去洗白白，上床等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做戏做钱的，给我去！妈妈，我打不开门。没事没事，妈妈带你进去，走。说的信誓旦旦，好像真对我没兴趣似的。没两天就原形暴露了，这张脸真这么帅吗？我。I'm not good enough. Why did I say? Don't look at my face. I try to hide.
自己的路。喂，什么事？十点，老板，你今天还没来公司呢。什么？朵朵发烧了，我马上就来。老板，你不是不想让别人知道你们的关系吗？哎，再磨叽可就追不上了。五百啊？你怎么在这儿？五百？你怎么在这儿？他是谁？姑姑，我头好晕呀。啊，老板，我今天得请个假，我侄女她发烧了，我得带她去医院。我送你去。你爸妈是怎么生的你啊？把你生的这么可爱。嘿嘿，我像我姑姑。那你是怎么感冒的？都怪婆婆门打不开，我在外边吹了风。门打不开？怎么回事啊？朵朵家情况很复杂，你就别问了。来，朵朵。就这样，你这么近人啊？还说这个？朵朵应该是看我们这一招，所以心大。请顾雨朵进三号诊室。我来。妈妈，我聪明的记得要在你同事面前叫你姑姑。都怪妈妈不好，妈妈不应该在简历上造假的。怎么能怪妈妈呢？她只不过想赚点钱养我这个小可爱罢了。对，不怪我，怪他们对单亲妈妈有刻板印象。谁是单亲妈妈？朵朵的妈妈是单亲妈妈。哥死了，离婚了。你们顾家是离婚世家。请顾雨朵家属来窗口拿药。姑姑去拿药，你在这待一会儿啊。你看我干嘛？你是不是喜欢姑姑？哪有，你别胡说。那你脸红什么？我没有，应该是你把感冒传染给我了。来吧，朵朵。我来。如果你嫂子不方便的话，可以把朵朵接到我们那儿照顾几天。真的可以吗？来，朵朵。我们一起，谢谢公子。这叫什么龚总？朵朵又不是我的员工，听着很奇怪。那总不能叫姑父吧？就叫姑父。姑姑，你结婚了？假的，假结婚。不用解释了，这个姑父我很满意，谢谢姑父。哎，不用客气。姑父帮你的啊。人家老公多体贴啊。嫁给他真是八辈子修来的福气啊，一家子都是高颜值，玉娘长得真像。哎，算了，反正都不认识你。这么可爱的小丫头，要真是我女儿，该有多好啊！朵朵的病好了，以后还能来我们家吗？当然可以了，我在国外买了一大堆的工具费，还没到呢。朵朵以后想来。随时都可以来。谢谢姑父，我最爱姑父了。嗯，好了，上学去吧。请了好几天假，
堆了一堆工作，今天晚上肯定要加班了。你放心吧，我来替你照顾朵朵。把这份合同的项目确认好，今天就可以散会了。怎么是他？他怎么会？把这几天新人入职的简历都给我。好，好的，夏总。南星，果然是你！当年我查出是你怀了郭墨尘的孩子，却始终找不到你的下落。既然你盗了我的手，是我让人杀害的人，我抓住你。你好，请问我怎么开门禁权限呀？你们是不是在哪见过呀？我们是不是在哪见过？记得我。我知道你是谁了，哎，何必为了个渣男作践自己呢？我是人事部总监，我叫夏安怡，我好像不认识你。不好意思啊，我可能认错人了。夏总监，赵总让我们送份资料过去。你去送。他是新人。我是总监还是你是总监？我让一个新人跑腿，你哪来那么多废话？要不你去。真可怜，被渣男虐的火气这么大，何必呢？我马上去。什么？夏总监让那个新来的顾南星去赵总那儿了？小点声。夏总跟他什么仇什么怨了？居然把他往火坑里推？谁不知道啊？那个赵总啊，是个老色鬼，我们都是让男同事去对接的。顾南星长那么漂亮，那岂不是把他往火坑里推？是啊。赵总，文件送到了，我就先走了。哎，小郭，别这么急，外面这么热，看你满头都是汗，喝点咖啡啊，吹吹空调，休息一下。我不喝咖啡。那喝点水吧。他们都去哪？他们去楼上房间了。走的时候那个女人软绵绵的，有点不太对劲。你喝什么？老板，先看看夫人吧。豁出去！公事和赵氏的合作终止。胡总，不会就是一个女人吗？你不让玩，我就不动她，没必要下死手吧？你再多说一句，就不止合作终止这么简单了。嗯。我吃。南希。你要控制住。언젠가는우리멀어질지몰라도나는그대라면기다릴수있을텐데기다릴수있을텐데你要带我去哪儿？我带你去冷静冷静。哎，你拉我干嘛？你清醒了？你说呢？明知道我重要了，还来勾引？是吗？你胡说什么？
你不是挺厉害的吗？我堂堂公司总裁，你说骂就说欺负就欺负，怎么一到了外面反而被别人欺负？你是不是根本没有中招？你是故意的，就缠我身子。我窝里横行了吧？我怎么睡这么久啊？你这几天一直都在照顾朵朵，根本就没有好好休息啊。朵朵，我，你们回来了，快去洗洗手，等我做好最后一个菜就可以吃饭了。你还会做菜？我妈妈总是加班，晚饭都是我自己解决。你爸真不是个东西。你别这样搞得我好像很可怜一样，做饭很好玩的呀，要不要我教你？好。朵朵，尝尝我的手艺。爸爸。爸爸。爸爸。哎，多吃点。你们俩搞什么呢？过几天幼儿园有一个亲子活动，姑父答应陪我参加，我们要先盘练一下，免得露馅。所以这几天朵朵都要叫我爸爸，知道了吗？嗯。完了完了，我竟然觉得郭墨之夫是一个好爸爸，他可是对一个流产过的前女友不闻不问，还恶言相向的渣男。姑姑，我不可以叫姑父爸爸吗？可以啊，你开心就好。耶！嗯，耶！你就是顾南星，你们公事平常都是男人去送资料，怎么昨天偏偏就是你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屁颠屁颠跑去送资料啊？你老公是赵总，你承认了是吧？大伙儿都看看呢，根本就没勾引你老公。那个姓赵的又老又肥又丑，我勾引他干嘛？我练丑屁啊！我，哈，你还不承认是吧？老赵衬衫上的口红印，身上的香水味，你以为你隐藏得很好吗？我早就发现了。我昨天是第一次见他，你要是想找小三就继续，别往我身上泼脏水。还第一次，人家别人都告诉我了，老赵在外面养的小狐狸精就是你。我看你以后还怎么勾搭男人。你好大的胆子，我都认你了。就赵才那张丑得令人发指的脸，你也好意思昧着良心说顾南星勾引他？想发疯就滚回小雅去。对，三分钟之后京城就不会再有赵家。小子，你也太狂了吧你！吓唬谁呢？你就算是宫墨池，你也不能在这无法无天、为所欲为吧你？那我们就试试。秦野，哼，试试就试试，给你时间让你装。给你两分钟，马上过来。到底是谁跟你通风报信？把公事闹得乌烟瘴气也就算了，现在还要离间公司的同事关系吗？都给我走，公事这边谁跟我去录口供？我去。好的。好了好了，都散了吧，工作去吧。今天谢谢你啊。我本来看那个姓赵的也不爽，只是为民除害吧。今天要是没有你，我可能就毁容了。那怎么行，我可不想娶一个丑八怪的嘛。没关系啊，反正一年后你就能换个新老。
你干嘛？啊，已经这样了。龚总，南希啊，你们在干嘛？我们什么也没干，不是你们想的那样，我们就是在上药。龚总，我们知道你们在上药，不然你以为我们在想什么？该不会是在想我们以为你们……工作时间到，回去工作。你总是在谈恋爱吗？没有，怎么可能？真没有。这有份文件需要龚总签字，你们谁去送一下？让南希去，南希去。不是，你赶我走？你自己做过什么事情，心里不清楚？我给你面子。自己离职，然后从我奶奶家搬出去。你要是乖乖听话的话，以后见面你还是我下一个侄女，我爸认下的远房亲戚。你要是还……龚墨池，我陪在你身边六年，足足六年，你没有心的吗？没有人让你在我身上浪费时间。我最后说一次，我不会接受你，永远。为什么？因为你让我觉得恶心，在我眼里。你是这个世界上最丑的，你以后要是再敢纠缠，我以后对你不客气。龚南希，你有什么可得意的？你有什么心火也别冲我发呀。你怎么了？你就不能对夏总监好一点吗？我为什么要对他好一点？毕竟他怀过你的孩子呀。我又不知道，背着我的人还想生我的孩子，我还得感谢他。没有得到爸爸允许的孩子，根本就不应该存在在这个世界。你干嘛？渣男！我就不该对你这个渣男抱期的。你又发什么疯啊？我真是瞎了狗眼了，我才会跟你同流合污。离婚，我离婚！我再助纣为虐下去，我要折寿的。我开除他，还不是为了给你出气啊？我要找我孙女顾南希。你连她的电话都没有，你让我怎么相信你是她奶奶？哎呀，我骗你干什么？我是接她回去结婚过好日子的。哎，你帮我找到她，我给你发个大红包。不，去！哎，你让我进去，我要进去。哎，你让我进去。需不需要我帮你？行，怎么还不回来？你打电话问问喽。他的错，凭什么我打电话？他该不会真要离婚？他到底在气什么？你不是没谈过恋爱吗？女人发脾气需要原因啊！对，差点忘了，你是真没谈过恋爱啊！女人为什么对你发脾气？因为她爱你，信任你，愿意对你展示她的所有，包括负面的情绪。那女人你就直说嘛，虽然你平平无奇，但我未必不会给你机会。欲擒故纵干什么？最多过去半个小时，他还要欲擒故纵到什么时候？老板，男人说话要算话，给他机会。
顾南希，你欲擒故纵也要有个限度啊！我不是很有耐心。有没有可能他去你奶奶家告状去了？奶奶，南心他没有过来吗？没有啊，怎么你们俩吵架了？喂，喂，老公，我回家了，我奶奶想要100道彩礼，你带着钱来接我吧。我不对劲，他很少找我老婆。怎么，我孙媳妇跑了？奶奶，100万的彩礼会不会太少？当然少，你先去亲家家里，彩礼奶奶给你准备。您低调点，你下手一点。公家娶孙媳妇低调不了，你别管了，你先去吧，彩礼就不用你小子操心了。老板，车坏了，再叫一辆车过来。这附近也不大好叫车呀。发现的不好，扣你的年终奖。你是让我做这个？要么做，要么再等2个小时，您自己选。你慢点。喂，顾南星住这个村吗？你那个有钱老公呢？怎么还不来？你骗鬼的！算时间早就该到了，该不会昨天骂了他记仇，所以不来了吧？刚才我给他老公打过电话，根本没人接。咱们都被他骗了。你怎么才来呀？你受伤了？谁伤的你？我们在处理家事，你是哪来的错？没事给我滚蛋！滚滚滚！顾南星，这不会就是你说的能拿100万的老公吧？就他这样是能拿100万，那我哎，就是华国的首富。顾南星是我的老婆，你们休想动她。哎，我就是动了，你能咋地？啊！我你去吧！我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你敢动我亲孙？我来晚了。你怎么带2只大鹅来啊？那个不是鹅，是雁，五颜六鳞，我真是来提亲。不过别怕，爸爸会保护你和妈妈的。哎呦，好啊，原来你是顾南星的奸夫啊！你搞大了他的肚子，还生了这个小孽种。哼，大家快评评理啊！我家清清白白的大姑娘就被这个骗子给骗走了，一分钱彩礼都没给我，今天还拿这个假钱想来糊弄我老婆子，这是想要我老婆子的命啊！朵朵是你女儿？顾总，这间屋子也太小了，老夫人给顾小姐准备的礼物只能放下十分之一，这是礼单，请您过目。哎，我操，金神玉玉剑，紫金珊瑚，母兰，你掐我一下，我有点晕。行，我说你这点出息啊，这玩意儿真的假的还不知道呢，说不定是从那些小商品那批发来糊弄的，假货。你都发烧了，我们先去医院吧。
钱和东西都给我带走，你不配。走。老头子，真的是真的呀？他真的假的？啥呀？那个人他真是公氏集团的董事长，我的妈，跟照片上的一模一样。周长贵村长，我代表龚总以及龚氏集团正式通知你，关于贵村的拆迁改造计划将全部取消，以后也再不合作。谢谢，再见。哎哎，死我永远不，我给你。别我媳妇儿呢，妈妈。哪是你的媳妇儿啊？人家可是龚氏集团老总的媳妇，都怪你，这破天的富贵，全给你搅和。哎呀，这干什么主意呢？再快点，再快点。对不起啊，害你受伤了。只有这件事情。朵朵的事情我也是迫不得已的。迫不得已？你是不是跟你奶奶一样，认为女儿会妨碍你嫁入豪门，所以就闭口不提？我才没有，我只是因为没钱，我太想得到那份工作了。因为没钱就可以骗人？姑姑、侄女，你们俩把我骗得团团转，亏我还在这儿跟你们过家家。顾南星，骗我很好玩是吧？就在这里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怎么算准了我就吃这一套，那不妨也再投入一些。啊，是我是做错了，我是不应该骗人，但你们这些万恶的资本家就没有错吗？凭什么歧视我们单亲妈妈？凭什么觉得我们带孩子就没有办法好好工作？要不是你们逼得我走投无路，我至于撒这个谎吗？对不起，龚总，我会配合你去领离婚证的。你要离婚？你别忘了，我们合约上的期限是一年。你不想解除合约也可以，在奶奶那儿我会配合你表演，反正我们也只是合作关系，以后桥归桥，路归路。谢谢你今天救了我跟朵朵，合约结束以后钱跟房子我都不要了，我跟朵朵也会尽快搬出去。你要搬到哪儿去？朵朵伤还没好，你就要折腾她，你能不能为朵朵多考虑考虑？可是做错事的人是你，跟朵朵有什么关系？你不担心朵朵，我担心。在朵朵伤好之前哪儿也不许去。龚总，顾家人已经招了。是夏阿姨找人绑架了顾南星回老家，并说如果以后顾小姐不再回公司的话，就给他们更多的钱。夏阿姨，我已经派人去找她了，应该很快就有消息。喂，我知道了，夏阿姨藏在帝豪酒店。我求求你放过我，牧师，牧
条了，我求你看在我们六年感情的份上，我和你从来就没有感情，这六年以来一直都是你单方面像一个狗皮膏药似的。我为你流过产，我为你流过产。你还有问题，夏安姨，我要早知道你这么狗头，六年前你打算用孩子利用我的时候，我就应该除掉你。凭什么我陪在你身边整整六年，就比不过一个来路不明的顾南希？他哪里比我好？为什么你宁愿帮他养孩子，都不愿意跟我生一个？我早就跟你说过，我就算随便娶你，也不会娶你，因为你让我去当顾南希。好，我明白了，我认了。只要你肯放过我，我就告诉你一个秘密。放过？想都别想！我骗了你，当年我根本就没有怀孕，你的精子被别人给用了。你有一个孩子，已经五岁了。只要你肯放我一马，给我1000万送我出国，跟我安全到达国外，我就告诉你孩子的下落。我就告诉你孩子的下落，我都告诉你，我都告诉你。是你今天还想不想？天野，抱歉。如果莫迟，你会后悔的。林雪，龚总，他跑不掉了，去调查一下六年前发生的事情。好的，龚总。多多，你应该多休息。今天的游园会，妈妈给你请假，好不好？不好，今天是游园会，我和爸爸约好了的。龚墨池不是你爸爸？就是我爸爸，可我爸爸给我买的心情歌好漂亮，朵朵超喜欢的。今天朵朵要和爸爸一起得第一名。哎，龚先生，今天是朵朵幼儿园的游园会。妈妈，爸爸什么时候来呀？妈妈，爸爸什么时候来呀？多多，龚墨池不是你爸爸。妈妈不是跟你说过吗？你爸爸由于太过于英俊，已经变成鸽子飞走了。我知道故事书不是我爸爸，可是我就是想骗骗自己嘛。再说了，公叔都不介意，他答应多多的。他不会来了。公主是答应过多多。多多，妈妈陪你拿下这次比赛的第一名，好不好？公主是答应过多多。公主是答应多多的。比赛要开始了，走，咱们快去，走。累。各位小朋友和家长们，今天的最后一项比赛是父亲节蛋糕的裱花制作，请小朋友们和爸爸妈妈们一起完成蛋糕的制作。谁做的越快越漂亮，谁就能获得旺旺队书包。妈妈，这个我喜欢，我们一定能赢。好，那我们一起加油，把这个书包给赢回来。云朵，你没听见老师说我们做的是父亲节蛋糕吗？你都没有爸爸，做什么父亲节蛋糕？哼，不要你管。爸爸，嗯，我要拿第一名，我要那个书包。好，我儿子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哼哼。老师，我们做完了。不许把书包给他，他没有爸爸，做的蛋糕不算数。不许把书包给他，他没有爸爸，做的蛋糕不算数。你管好你孩子。哎，我儿子没说错什么呀？你没男人，你女儿没爸爸，做这个蛋糕给鬼吃啊？这次的比赛是做父亲节蛋糕，又不是吃父亲节蛋糕，我们做的就是比你们快，比你们好。顾雨朵，你怎么了？乐乐欺负人，他弄坏了我的蛋糕。谁看到我儿子碰你蛋糕了？你们看到了吗？
你儿子手上还沾着奶油呢。耀耀，你是不是欺负？别招惹他们，顾总可是给咱幼儿园赞助了钱的。朵朵妈妈，你说耀耀弄坏了朵朵蛋糕，你有证据？这么多声音，全都看见了。各位家长都看到了吗？我亲眼看到了。你的眼睛有监控吗？朵朵妈妈，没有证据就不要冤枉小朋友了。既然朵朵的参赛作品没有了，所以第一名就是胡耀耀同学的。耶，胡耀耀做的跟爸爸一样，他凭什么得第一？老师不公平。你们确定要这样是吗？选一个这么丑的蛋糕当第一名啊？我们怎么样了？你没有眼光欣赏好东西，难道以为全世界都和你一样？吴耀耀第一名，其他人有意见吗？没爸爸还硬凑，父亲节和你有什么关系？你给我道歉。哎，老师可没有说错啊，你女儿本来就没有爸爸，根本就不配来这儿参加父亲节活动。你们游园会又没有时间，说明没有爸爸不能参加。既然让我们参加了，凭什么得第一不算数？有爸爸又怎么样？不照样没教养，输都输不起，不是个男子汉。爸爸，他骂我，揍他，揍他！连个男人都没有，也好意思来参加父亲节活动啊？还敢推老子宝贝的蛋糕？你给我道歉！我凭什么道歉？谁看见我推的蛋糕了？看到了。哼，你们的眼睛又不是监控，有本事就查监控，看看到底是谁先闹事的。不要吵了，我觉得他说的没错啊，父亲节蛋糕肯定是要送给爸爸的，小孩子没爸爸就别来参加呀。真是闹死了，奖品不就是一个破书包吗？有必要这么斤斤计较吗？你家里是有多穷啊？朵朵妈妈，你要是再胡闹下去的话，我就要喊保安了。朵朵妈妈，我们要考虑一下还让不让朵朵在我们幼儿园继续上学了。我们幼儿园可伺候不起你这么胡搅蛮缠的人。赶紧叫保安把他们母女赶出去吧，真是闹死，吓着我们孩子了。你们欺人太甚。谁说我的女儿没有爸爸？谁说我的女儿没有爸爸？你他妈从哪闹出来的？赶紧放开老子。你们怎么放我呀？哎，朵朵。爸爸，你怎么才来呀？我和妈妈都快被这些坏人欺负死了。你是朵朵爸爸？嗯。我爸爸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告诉你，这间幼儿园都是老子赞助的。你女儿要是想在这儿上学，那就得跪下来给我舔脚。否则，学都别想上！你想死啊？怎么光这么说话？你又是哪个错？是不是我让你死得葬身之地？这么点能耐，也和公主说话？老板，事情都办好了，这是怎么回事？龚先生，你怎么会在这里？园长啊，您来的刚刚好。这两个人公然在幼儿园对我实施暴力，赶紧让保安把他们两个赶出去。还有这个叫顾雨朵的，开除，必须开除。园长，这顾雨朵和她妈妈在我们幼儿园闹事，还得罪了胡总，吓坏了好多小朋友。我建议把闭上你的嘴。龚先生，这里肯定是有什么误会。朵朵，你怎么哭了？园长，顾雨朵得罪了胡总，咱们不能留他。在说什么？龚先生的千金为什么不能留？让我女儿哭，你赶紧给龚先生道歉。我不给朵朵道歉。龚先生，你别生气，我立刻把他给开了。胡先生，您与我们幼儿园的教育理念不符，明天你儿子不用来了。哎，院长，你可别开玩笑啊，我可是给你们幼儿园赞助了20万。20万算什么？这位龚先生刚才已经把我们幼儿园买下，以后这就是龚氏集团的产业。这就是龚氏集团的产业。龚氏集团，龚氏集团，
是华国首富龚氏。真的假的？龚氏集团千金，难道咱们家还能上同一所幼儿园？啊！瑶瑶，快快，赶紧给龚先生还有朵朵道歉啊！不用，明天就会有人来把这所幼儿园给推平了。你们这些人不配当老师，一起滚！至于你，刚才你说的话我还给你。华国任何的幼儿园，你的儿子都比不上。啊！怎么回事？明天幼儿园就要被推平，那咱们宝宝怎么办？这咱们可是交了学费的呀！就是，你这得给我们一个交代。朵朵，对不起，我来晚了。我问过朵朵，朵朵说她喜欢这里，我本打算买下来，把这里重新打造一下。没想到，朵朵，你做的父亲节礼物，我可以吃吗？嗯。嗯，真好吃。我们回家吧，走吧。啊，顾先生，是我有眼不识泰山，得罪了您跟千青，饶过我们呀。顾先生，娘俩再休息会儿。今天谢谢你啊！你在外面怎么成天让人欺负？你是不是只会欺负我？不，我哪敢！你什么不敢？龚氏集团近日将在公司内部实施一系列新的措施，旨在全方面支持三星妈妈员工。我们曾经走入误区，错误地将女性员工的个人能力与是否结婚、是否有小孩结合在了一起。最近发生了一些事情，让我明白了一些道理。我们应该敬佩那些伟大的母亲，并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支持他们走入职场，创造更好的工作环境，使他们的工作能力得到更好的发挥。你不当资本家了？公事从来就没有歧视和单亲母亲，至少我。怪我，是我把你的格局想得太小，但你要知道，你爸总上升的时候气场真的很强。我不跟你坦白，你也能理解吧？不仅气场强，而且老帅了，就像刚刚在电视新闻里，我们应该敬佩那些伟大的母亲。都给我摔迷糊了，我都想当场给你跪下磕一个。顾南希，你少跟我来这一套，我是不会这样被骗了的。哎，我刚说你格局大，你怎么还能记仇呢？我发誓，我以后再也不骗，否则我就住一辈子地下室。你还住过地下室？你以为单亲妈妈好当？唉，幸好夏阿姨流产，要不然这个世界上又要多一个像我一样的苦命人了。夏阿姨，她跟你不一样。那确实不一样。秦妙前夫的人还不错，他呀，是渣男。你为什么老叫我渣男？我从来都没有碰过夏安姨，是她一直黏着我不放的。何况她也不是什么受害者，赵总的事，还有你被绑架的事，都是她一手策划的。啊？那孩子哪来的？试管。她跟她姑姑想借孩子逼婚于我，所以我现在看到她一次就恶心一次。偏偏我奶奶为人和善，因为她怀过孩子，就一直迁就于她，她就像个鼻涕虫，一直黏着我，六年了，整整六年。你知道我有多难熬吗？看来一直以来是我误会你了。你这个人看人就有问题。你刚才说你前夫人不错，依我看，他才是真正的渣男。他真是个好人啊！我的原生家庭你也看见了，我爸妈在我高一的时候就去世了，我奶奶成天就想把我卖了换钱，我好不容易从乡下逃出来，是他一直接济我资助我。
要不是他，我连大学都上不了。要是能早点遇到你就好。早点遇见我干嘛？没准啊，就成植物人了。我跟我前夫一起出了车祸，他昏迷了整整六年，他妈一直骂我是个扫兴。过去的事情不提了。顾南星，你这辈子受的苦啊，到此为止。以后你的人生，我来守护。姑姑，好歹我们都姓夏，你不会见死不救吧？你不能一点亲情都不顾吧？我要是不顾及亲情，现在就打电话让警察把你抓起来。你说你是不是蠢？绑架就绑架，还实名制绑架，怎么去捞你啊？你走吧，以后别来找我。夏蓉，我为你鞍前马后了六年，你就不怕我把你做那些破事都告诉公墨池吗？你敢威胁我？你以为我怕你吗？走，现在就去找公墨池，你跟他说我到底做了什么。对，还有毒，斩幽主，墨池，南星，我要你们死，我要你们死！公墨池，我要杀了你！顾南星，你凭什么？你凭什么得到我想要的一切？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快让开，让开，别挡路！快让开，让开，让开，让开！怎么了？他们不让我进去。墨池现在怎么样了？进来吧。顾小姐，你还有什么话想对老板说，就抓紧说吧。我怕以后你说不了。这么严重吗？我可能真是个扫把星吧。你第二次因为我受伤了，你是我遇见过最好的人。我是顾老师。我哪有个朋友啊？你赔啥呀？又不是你捅的。继续你刚才想说的话呀。你洗洗什么？我应该说什么？哎，算了，说点真心话吧。顾墨池，你要是死了，我也不活了。你说你什么遗嘱都不立，那钱和房子我还能拿到吗？好玩吗？爷爷，你说你出的什么馊主意啊？哎呀，好好好，都是我的错，我走行了吧？也不知道是谁表白他被拒绝，找我求招。哎，好了，别吵。那个刀其实没有刺到我，就是手上有点血。那你怎么晕倒了？我悄悄告诉你，你不许告诉别人。其实我晕血。你
这么脆弱的。嗯，哎呀啊，刚才被你吓了一下，啊，好晕啊，又晕了。嗯，南星啊，嗯，我们一直这样下去好不好？嗯，不离婚了，我们做征服妻好不好？你是不是睡着了，说梦话？Here we are, 幻觉不到一切。你再给我点时间好不好？哎呀，啊，好晕啊，啊。我手疼，你喂我。大庭广众，你别耍花样啊！啊，你喂不喂啊？你喂不喂？你喝喝喝。南星，哼，你醒了？一个月前醒的。他是？他是我老板。我要去复诊了，周末家里帮我办了一个庆祝晚宴，你能来吗？我……难道我们连朋友也做不成了吗？那好吧，我会去的。那我等你，走吧。他谁呀？我前夫。我就生理眼光不行，可是为什么他和朵朵一点也不像？你真不带我跟朵朵去宴会啊？我只是去恭喜他一声就走，带你去也太高调了吧？说朵朵呢？他跟沈家已经没什么关系了。嗯，那好吧。不过我有一份惊喜。老板。会不会有点奇怪啊？这不是奶奶送我的首饰吗？嗯，我要让你比跟他在一起时要赢100倍。谁允许你来这里的？赶紧给我滚出去！妈，南星是我请来的贵客。贵客？这个狐狸精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他都把你害得这么惨，你居然还要跟他纠缠不清？拔呢？赶紧把他给我轰出去！哎呀，儿子，喂，慢点，先把他扶到那边。谁让你来这里的？要不是因为你，我儿子今天能晕倒吗？我是沈君胜邀请，他现在晕倒也是被你给气。你们沈家的事跟我没关系，我不欠你。你居然好意思说跟你没有关系？要不是因为你，我儿子会出车祸吗？他好不容易才醒来，这些天他一直都好好的，今天就是因为你来了，他才会晕倒的。我，哎呦，哎呦，原来你是个打肿脸充胖子，来这里钓男人的骗子。沈家怎么会邀请你这种低等人来参加这个档次的宴会？你什么意思？就算是带假货，也该挑点低调的款式。
一身 A 货来参加上流社会的宴会，你是来当笑话的吗？我确实是不懂珠宝，但我这件绝不可能是假货。非要我当众打你的脸吗？行，我告诉你，你这条项链上的主钻300年前来自摩纳哥王妃的权杖，100年前由意大利顶级设计师重新设计，才成为了这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海洋之心。而真正的海洋之心现在就在我家。带着假货就来参加宴会，还说不是来勾引我儿子的。这个狐狸精，你也不好好照照镜子，在场众人富家千金哪一个不比你优秀，不比你高贵？我儿子是绝对不会跟你在一起的，赶紧滚。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跟沈君胜在一起，6年前没有，现在也不会。说，项链那是哪里偷来的？说，这个项链你哪里偷来的？这条项链是别人送给我的，我没偷东西。你撒谎！报警！他是个小偷，居然偷我们家的项链！还给我！怎么，你现在还想明目张胆的抢我的珠宝？刚刚污蔑我说我带的是假货，现在发现是真的，要非抢走说我是小偷？就算这项链是别人送你的，那送你这海洋之心的人就是小偷。好，等警察来了我都要问问，污蔑加抢劫你要被判几年？6年前你偷男人，现在又偷珠宝，我儿子当初怎么会看上你这种烂女人？今天我一定要把你送进监狱坐牢。是谁要送我孙媳妇去坐牢？站出来再说一次。那是宫墨池。宫家老夫人都出来了，我怎么不知道沈家有这么大的面子，居然能请得动宫老夫人出山。小柔，是你说我孙媳妇偷东西？她怎么能是您的孙媳妇呢？她就是个缠上沈家想攀高枝的骗子。你说她是骗子，她骗谁了？又怎么骗了？看来整个沈家都是乌烟瘴气。对，我回家。妈，这顾南星她生过孩子，她配不上墨池。她就算生过孩子，也是我们宫家明媒正娶的少夫人，也比那些半夜爬上床的小三来的光明正大。夏蓉，你这种货色我都容下了，你觉得我会计较南星的出身吗？好了，奶奶，不跟他们废话了。你口口声声说宫家容不下我，我嫁进宫家15年，这项链本该是传给儿媳妇的，凭什么越过我传给她？好歹是清清白白嫁进宫家的，我哪里比不上这个乡下来的二手货？你再敢污蔑我的妻子，小心我对你不客气。小心我再说一遍，我从来都没有在外面乱搞过，我甚至都没有谈过男朋友。这个孩子是当初为了报沈君胜跟我上大学的恩，在你的恳求下为他试管婴儿留后的。2019年3月2号我在望城医院做了试管手术，11月20号在同一家医院孩子出生。我女儿的来历去医院一查便知。2019年3月2号在望城医院。可这孩子跟我儿子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同意不同意？同意。之前之后你有没有跟别的男人乱搞？也许今世没有血缘的孩子。当初你就是为了赖上我们。难道试管之后你为了怀上孩子跟别的男人乱搞出来的呢？你们沈家对我的妻子咄咄逼人，5年前就欺辱你，是看不起我们宫家？顾先生，我不是这个意思。很好，希望等你们沈家破产的时候，你们还能笑得这么开心。不要，顾先生，我没有轻视顾家的意思，我只是害怕你被这个女人给蒙骗了呀。
算了吧，毕竟沈君胜曾经资助过我，如果没有他的话，我这大学都上不下去。我不想他无家可归。好吧，听你的。你们给我听好了，这是最后一次。如果再有下一次的话，谁也救不了。保险柜在哪？你之前不都放这柜子里？那以前我不知道它那么贵，都说弄坏了，我拿什么赔啊？你就这么不愿意做我老婆？什么老婆不老婆？你求婚了吗？有戒指吗？戒指还不容易？拿手机，我量量。谁要做你老婆？我要睡觉，你出去。量量，出去。尺子，我只是想量一下你手指的尺子。你吓死我是不是？爸爸上来了。这啊？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一起睡的，你快上来。那好吧。我啊，对了，奶奶让一起回老宅吃饭，带上多东西。走吧。奶奶会不会骂我呀？我婚前没有告诉你们。怎么会呢？在你心里，我奶奶就是这样的人，你放心吧。是他打电话让我带你们回来的，怎么会骂你们？可是别担心，给我走。果朵，快来到太奶奶这边，过来坐太奶奶旁边。公太奶奶，你喜欢吃草莓蛋糕吗？喜欢呀。什么公太奶奶？还有母太奶奶吗？叫太奶奶。看她干什么呀？她是我孙媳妇，她归我管，这个家太奶奶最大。太奶奶，哎，朵朵有礼物送给太奶奶，太奶奶也有礼物送给朵朵。嗯，奶奶，这个不行，这太贵重了。你敢不要试试？公家三代单传，都是臭小子，我盼了小姑娘盼了50年了。像，跟莫石小的时候太像了。很像吗？很像吗？对，当爸爸的有个当爸爸的样子，像个活猴子一样。爸爸，朵朵不喜欢像猴子一样的爸爸。喜欢，当然喜欢。走，跟太奶奶去房间里拿相册，我那儿有你爸爸小的时候好多的照片。走。奶奶是真心喜欢。我早就说过我不介意，奶奶更不会介意，你别那么多，谁都会喜欢她的。况且朵朵有可能真是我女儿。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你那次说你去做试管手术是在望城医院，时间是在2019年的2月9日，对不对？夏阿姨当初背着我去做试管手术的时间也是2019年2月9日。
你别跟我说夏安姨做手术的医院也是望城医院。不会吧，怎么可能有这种事啊？我有理由相信夏安姨当初根本就没有怀孕，但是她告诉我，我有个孩子已经五岁了，一直以来她都在针对你。我有理由相信朵朵其实是朵朵其实是什么？没什么，你以后离他远点，他这个人最擅长装无辜扮可怜，两面三刀的，我担心你吃亏。你怎么知道吃亏的一定就是我呢？差点忘了，你还是只小狐狸。那小狐狸和小猴子配不配？你是在跟我找别人？是吗？我去找朵朵跟奶奶。南希啊，老夫人带朵朵去天台荡秋千了，我带你去啊。谢谢。其实啊，我一直想找机会跟你道歉，那天晚上是我口无遮拦。没关系。哎，看来你还是在怨我。也对，那天晚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我误会你是小偷，是我不对。可是你也得理解我，那个海洋之心啊，确实是这世上独一无二的。咱俩之前又不认识，那猛一看你戴脖子上，我自然以为那是个假货。墨池啊，能把它送给你，那是对你用了心的。不过啊，你别怪妈说话难听。夏爷，宫墨池都没喊过你妈。哎呀，咱俩都是女人，就算你生我的气，有些话我也必须告诉你。宫家家大业大，墨池啊从小啊眼光就高，一般千金啊都入不了他的眼，更何况……不过啊，这男人总是会变心的，与其依赖男人，还不如把权力握在自己手心里。听说你现在在公司上班，我可以让你进总裁办，只要……夏爷，看来朵朵并不在露台上，我们不是一路人，以后还是别强行通过。很好，既然给你脸也不要，全怪对你不客气。什么？亲子鉴定报告出来了，赶紧给我送过来。亲子鉴定？顾南星当年是在安姨做试管手术的那个医院怀上的，也是在那个医院出生。安姨说亲子丢了，难道……你看这张，还有这张，这张像不像跟朵朵？真的。其实我之前没跟你们说，朵朵她也橘子过敏。长得像又吃橘子过敏，说是亲妇女，有人信吗？南星是不是和夏阿姨在同一家医院做的试管？该不是当时搞错了吧？妈，你不会是想说朵朵是墨池的孩子吧？未必不是。你们都疯了吗？顾南星给你们吃什么了？一个野种居然当个宝。夏姨，请你说话注意。朵朵她不是野种。不是野种是什么？是宫家大小姐吗？我可真佩服你，居然让宫墨池戴绿帽还喜当爹，甘之若饴。夏蓉，宫家还容不得你在这放肆。宫家，宫家都疯了，你任由宫家认下这个野种，你就不怕宫家因此成为全华国最大的笑话吗？夏安姨当年到底有没有怀孕，其实你是你自己亲生的。朵朵未必不是我的亲生女儿。难道我猜对了？快，我们带朵朵去医院做亲子鉴定。奶奶，不用去了，鉴定报告已经做好了，正在送给老师。南星，你可真是我们宫家的小福星啊。其实我也没想到会这么巧。顾南星，你真是好本事，
我小瞧你了。阿姨还没还？你们自己看吧。他走投无路胡诌的话，你们居然也信？多多是不是我的亲生女儿？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一地复工，也姓顾。夏，你还是多操心操心。好好好，我就等着看你们公家最后能不能一家团圆。这孩子磨磨唧唧的，去医院把宫墨池要的东西换一下。好了，我们就当这件事情都没有发生。多多，我们去吃饭了。宝贝，饿了不？他奶奶为你准备了草莓糯米糍吧。我最喜欢草莓糯米糍啦！兴师动众做亲子鉴定，我还以为你们真有本事把一个野种变成公家血脉呢。到头来还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我闭嘴。朵朵跟我有没有血缘关系，她都是我的女儿，南星也是我的妻子。你要是再敢对我的妻女尊敬的话，我就给她。怎么看我孙子我孙媳妇感情好，你嫉妒是不是？最起码我孙媳妇她能生，到时候三年他们抱俩，给我们朵朵添一个小弟弟，再添一个小妹妹，我公家的家产全部留给他们三个。妈，到底为什么你对顾南星那么好，对我却不屑一顾？我做什么都讨不了你的欢心。就凭南星他不是小三上位。走吧，我们去吃饭。走，我们吃饭去喽。南星，不是让你带朵朵一起来吗？我还给她准备了礼物。她要上学。上次宴会的事儿，我代我妈向你道歉。不用了，我今天过来也是想跟你解释一下，当年我没有出轨，那些医生护士全都是你妈找来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那样。我知道你没有出轨。当年的事，算了，以前的事不提了。你知道什么了？我也是刚刚知道一点秘密，等我调查清楚再告诉你。你想不想知道朵朵的爸爸是谁？如果你真的找到了朵朵的爸爸，你还能回来跟我说？看得出来，我不知道。在你心里，朵朵和宫墨池，这些都与你无关。今天是我和你最后一次见面，如果你有朵朵亲生父亲的消息，电话联系我就好。难道我们连朋友都做不成了吗？你帮过我，我很感激你。钱我会想办法还给你，但是有些人如果会给彼此带来困扰，小心！没事吧？我送你去医院。慢点。这个骚子，就准没好事。行了，妈，跟南星没关系，我这边有人照顾，你先回去吧。南星，对不起，我妈住哪边？没事，嫂子领进去。我终于来了。我的病因为我父亲，我母亲的病。妈妈，这不是顾小姐受伤，你跑那么急干嘛？给沈总找一间最好的病房。给他调一支顶级的医疗团队，给他最好的照顾。不必了，有南星在这儿就够了。我老婆不会找
可是我不习惯被陌生人。啊，要都被过了，医疗团队留下来，夫人也留下来，啊，我也留下来，哎，留下来，你要谁？先走。你知道南星刚刚上大学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你知道南星上班的时候是什么？他那时候刚刚十八岁，像朵清晨里最娇艳的玫瑰。他总是说要抱我，我就跟他说，等你长大了以后叫我。你知道他是怎么回答？他说好，他让我给他一些时间。你现在说这些废话。那是因为我出了车祸，我们错过了六年，给了你可乘之机，南星一定会回到我的身边。就难道你就不好奇董的爸爸究竟是谁？你又想想什么话？朵朵就是我的亲生的。这不可能！这是六年前的亲子鉴定报告，我也是刚刚拿到手，你们可以自己看。这怎么可能？我妈重男轻女，她知道你生了女儿，故意做了那个假的亲子鉴定，赶紧走。她一向不喜欢你，但我没想到的是，她竟然连亲孙女也不在乎。我现在就叫董慧，马上重新做一份亲子，别想骗我。好，我也等不及和朵朵父女相认了。离开。你也相信她？上一次做检测的时候。我留了一些朵朵的梦，只要采集一下他的，送去检测中心就行。医生，龚先生，最快明天能退结果。老疼啊！手臂，我最近不动了。医生。顾小姐，沈先生刚刚醒来，身体各项机能还没有恢复到最佳状态，现在又被车撞了，可大可小，你不要刺激他。啊！沈君胜，你到底要害我到什么时候？我没有害你。我怎么会害你？那么喜欢你、啊、喜欢我？喜欢我还是占有欲作祟？你自己心里不是很清楚吗？你怎么能那么想我？我是真的喜欢你，也想给你补偿，更想给朵朵一个完整的家。我知道你之前因为我受了很多伤害，可是现在我醒了，我能保护你了。我知道你需要时间，慢慢来，我不急，我一定会让你嫁给我，我们才是天生的一对。我的回答跟六年前一样，我对你只有感激没有爱情。你如果继续纠缠，只会让我更厌恶。顾南星，你害我成植物人躺了六年，现在想当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跟别人天天秘密过下半生。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怎么还不睡啊？你饿了？还有五个小时天就要亮了，检测结果也要出来了。为啥？
我们生个孩子吧。怎么，你不愿意吗？我不想你以这种方式。我爱你。沈君胜曾经问过，在我心里，你跟朵朵哪个更重要？当时我虽然没有回答，但我内心是有答案的。我爱朵朵胜过所有，我可以为了朵朵放弃生命。我以为不会有人比朵朵更重要。我曾以为我可以为了朵朵放弃你。你先听我说完嘛。可当我看你难过，我也会跟着难过。当我想到我的生命里可能没有你，我的心就跟绞着一样疼。我才发现我已经不能没有你了。墨池，我很爱你，虽然可能爱的没有你早，但绝对不会不离。墨池，我很爱你。青春和掉记得你有过那里你是个慢的好就跟那里有自己跳出的妈妈以后我们没有回房间睡以后你妈都不回你房间睡了为什么因为老公老婆就应该睡在你这是法律赋予我们的权利妈妈，那你也会给爸爸讲睡前故事吗？你们睡觉之前都做什么？好了好了，走走走，我们上学去。我是绝对不会让任何人分开我们一家人。这份亲子鉴定报告已经证明了我和朵朵的父女关系。哎，南希现在是我的合法妻子，朵朵也是我合法的女儿。你不想给朵朵一个完整的家了吗？剥夺一个孩子，对父亲好吗？不是有血缘关系才是父亲。墨池对朵朵很好，我相信会把她当成亲生女。我都疯了！没有你的证明，你跟朵朵过得很好。你但凡对我们有一点点不敬，就不要来打扰我们现在的生活。不可能，你可以不回我身边，必须。你是想和我们打抚养权官司？没错。很好，公示的律师团队欢迎。忘了告诉你，我因为昏迷的时间太久，法官一共去找我。郭南星，等我拿到了抚养权，到时候你再考虑要不要回我身边。你是真的想回来，别想给朵朵一个。律师，跟沈君胜说的一样。没事的，我会想其他办法。早知道还不如不要他的资助。我一辈子留在乡下算了。那怎么行？那我就遇不见你了。什么？朵朵不见了！朵朵不见了！我们马上过去。我跟你一起去。忘了告诉你了，我把朵朵接出来。你到底要做什么？我能做什么？我能对自己的亲生女儿做什么？我只是想培养培养感情而已。你们在哪儿？我马上过来。那你自己过来吧。
巧克力和芒果的，你想吃哪个？你到底是谁？我是你爸爸呀。可是我们长得一点都不像。你长得比较像妈妈。这些我都不喜欢，还说是我爸爸，连我喜欢吃什么都不知道。我要找妈妈。妈妈一会儿就到了，乖乖走。来，吃，吃啊，吃啊！那行，我们两个才刚刚相认，他听说我是爸爸以后高兴极了，我们俩都玩疯了，他这才刚刚睡着，能不能让我把他带回家一晚，就一晚？就一晚啊，明天一早我来接他。放心吧。他的事这么严重？你看错了吧？走吧。你去给我查一下。什么？朵朵发烧了！朵朵发烧了！我马上过去。我跟你一起去。沈先生最近情绪不太稳，就自己。再说了，如果抚养权官司打不赢需要和解的话，咱们还是得跟他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那你要小心。我知道。朵朵还没好吧？是啊，医生都来看过好几回了。我派几个医生过去。不用了，医生说是病毒性感冒，需要靠朵朵自身的免疫力抗拒。那你好好照顾他。老板，你说的没错，沈先生确实。这次我要让他彻底翻不了身。闪开！你来干什么？我来接南星，还有朵朵回家。朵朵需要爸爸妈妈，请公子不要破坏我们的家庭。我是南星的合法照顾。朵朵正在生病，你现在这样是在害她。害的合同人事实才是。朵朵一直以来身体都很好，为什么跟你待了一天就？你这是在污蔑我是朵朵的亲生父亲，我怎么会害他？你是不是他的亲生父亲这件事情不妨这样，我今天带着医生来现场处理。你的人我信不过。对，抽完了还不放开我，放开我！来，这就是可以做亲子鉴定。朵朵高烧不退，真的与你有关。朵朵高烧不退，真的与你有关。你还不明白，他连一份亲子鉴定都不敢做，只能证明上一次给我们的报告就是假的。到底谁说的是真的，谁说的是假的？不行，还有我关爱你那么多年，都来了，我也相信一个外人，不肯相信我。为了你，我们家族这一段断绝关系，你读的大学，宁愿放弃生命，现在你居然怀疑我！少在这儿给我道德绑架。你嫌土，逼迫南星嫁给我，当初的一点点恩德，
徐娟时时刻刻还挂在这里，逼迫南星选择。你利用这份恩情，迫使南星做了多少？两人这份恩情真的？这是？这是我调查出来的真相。当初资助你上大学，并非是南星，而是一家慈善机构。他沈君胜是见色起意，为了接近，所以冒领。 不就是一点钱吗？只是买了一点而已。只是在机会，资助你之后，我才认识你。如果你觉得我们的相识不够真诚，我可以把钱补给你。十倍够吗？不够的话，我把沈家都补给你好了。顾南星，我的演出车祸就是因为你，说到底还是你欠。 下辈子赔！你赔大爷！沈先生，你脑子真是有病！当年的车祸那也是你自己的问题。你跟我表白，我不愿意，你就自己开车乱撞，差点连累我。当我还因为感激你，不从心给你生了个孩子。说到底，无论是车祸，还是你变成植物人在医院躺了6年，都跟我没有半毛钱关系。 那是因为我爱你，顾大兴。我现在已经改了，不是吗？我们可以重新开始。只要你愿意回到我身边，这辈子都不想再见你。吴总，鉴定结果出来，我还没来得及打印，就跑过来向您汇报。叔叔，沈先生和令姐姐。没事。 听见了吗？我女儿跟你没关系，她身上没留半点你这个疯子的血，骗了我一次又一次，让你原谅你，你死都别想。好了，南希，我们带上朵朵。主任，因为一份亲子鉴定报告结果出来了，沈氏娘分样本精全概率大于99%。你说的是真的？对的。林先生，那份样本。 要么现在在哪儿？在隔壁，不要过去。好，我也继续。你们几个照顾好你们。吴总，报告出来了。你怎么哭了？ 我们的感觉没有错，朵朵真是我们的女儿。现在真相大白了，应该开心才对。朵朵有爸爸了，真好。朵朵的爸爸是你。我曾幻想过这一天，我以为我会很兴奋、很激动，可是当…… 真看到这份报告的时候，心里只觉得踏实。你只是早就把朵朵当成亲生女，所以不管她跟你有没有血缘关系，你都已经看淡了。你说的对。走吧，我们去接女儿回家。 齐人，给我带人，马上去沈家。别动了，都枪坏了！你们干什么呀？这是做什么？给我搜！是。沈先生呢？不是跟你在一起吗？你们这是非法入侵！我恨不得杀人放火！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我又不知道你女儿在哪里。再说了，我儿子又不在家。你们是来找顾一图的吧？
顾玉朵在哪？你想知道他在哪？可以。只要答应一个条件。什么条件？跟我走。你什么都不用带，只需要带沈家的证件。跟我一起住。我会把顾玉朵还给顾某池的，反正是他女儿，你不用担心。你休息。顾某池，我劝你不要太贪心了。女人和女儿，只能选一个，要么把顾南星还给我，我把你女儿还给你，要么这辈子也见不到顾玉朵。老板，搜遍了沈家，也没有找到小姐。顾南星，你俩做出选择。别忘了，我都还发着烧呢，不怕他病死吗？怕他病死吗？洛城，我们现在得抓紧时间找朵朵，把他们带走！哎哎，你们干什么呀？哎，放手，放手，放手啊！我再去沈家附近找找。一个人出去不安全。狱警放过了一个亿的学生，先行我们救下。放弃吧，只有我知道顾玉朵的下落。他只会一个人孤独的死去。我会让你们后悔一辈子。你们说，他现在会烧到多少度啊？41。现在醒没醒了？如果醒了，他会不会害怕？夏爷，你知道朵朵的下落，对吧？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上次朵朵跟墨池的鉴定报告为什么是假的？朵朵跟沈君胜的鉴定报告为什么是真的？你别说跟你没关系，包括这一次，沈君胜不可能一个人带走的。你一定知道他的下落，你一定知道他的下落。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明明你眼睁睁看着朵朵没死，夏爷，我知道你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保护自己的孩子。你是喜欢小朋友。朵朵只有5岁，不管你多讨厌我，但他是无辜的。我，夏爷，朵朵他应该喊你奶奶的。朵朵，朵朵，朵朵，妈妈，你来接我回家了。据可靠消息，宫氏集团现任董事长宫墨池先生的唯一子女已平安返回家中。在此之前，宫墨池先生为巡回羁縻，曾公开悬赏1亿作为线索锁定。目前，公安机关已成功逮捕此次绑架要犯及嫌疑人及其同犯，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哇，你来听，敬礼，敬礼，敬礼，哥哥。快过来吃生日蛋糕。走，我们来吃生日蛋糕。许愿吧。我都可以告诉爸爸许的是什么愿吗？嗯，当然可以，我许的愿望是可以当爸爸妈妈婚礼的小花童。朵朵，你6岁的生日愿望就是这个呀？
我去年生日时许的愿望是能有一个爸爸，结果真的实现了，所以我六岁生日时许的愿望呢，也一定能实现的，对不对？必须会实现的呀，南星，奶奶也有一个愿望，就是想让你穿上奶奶为你定制的婚纱。南星，我有一个愿望。哦，你们三个串通好的。我们的婚姻合约已经到期，现在甲方正式向乙方提出续约申请，续约期限是一辈子。南星。